财报时尚的报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陈飞宇。就是我今天穿了一身令我身材非常修长的衣服，是一件黑色的大衣，然后它有一些特殊的剪裁。是的，因为它是上面其实有一些迪奥的花纹，我觉得还挺特别的。那一定是迪奥的马鞍包，因为马鞍包自从 Kim Jones 成为了创意总监以后，他就把这个马鞍包的这个单品带回了男装时尚，然后我就比较喜欢收这个马鞍包。其实每一次看迪奥大秀之前都会期待说迪奥和 Kim Jones 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元素，然后会和什么样的艺术家合作，然后整体的秀的风格包括陈设会是什么样子，这是我自己比较期待的。迪奥每季衣服都很好看，首先我就非常认可 Kim Jones 的时尚功力，然后包括他对传统美学还有就是现代艺术这种结合，其实我一直都非常认可也非常喜欢。那其实每一季衣服我觉得都很好看，算不上吧，因为我觉得身边有太多爱鞋的人了，然后我自己自愧不如，我自己肯定不算一个正经的鞋控，没有比较吧，都会，因为我自己有点洁癖，就是对自己的个人卫生标准挺高的，然后还有就是，所以啊，这些就是把屋子弄乱啊，然后包括踩我的鞋啊，这种都是接受不了的。还有一个就是，如果临时放鸽子的话，其实挺讨厌的，事不过三吧。